敬业演员王一博以其卓越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他在保持出色表演状态方面的秘诀之一就是坚持俯卧撑训练，通过持续锻炼身体和提升体能水平，王一博展现了一名真正的演艺专业人士的决心和毅力。在演艺圈中长久保持优秀状态对演员来说至关重要，而敬业演员王一博以其不懈的努力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出色演员的决心和毅力。尽管他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成功，俯卧撑作为一种常见的身体训练方法，可以有效锻炼上半身的力量和耐力。对于王一博来说，俯卧撑不仅仅是一种身体锻炼，更是他保持出色演技的一种方式。他坚持每天进行俯卧撑训练，不仅可以强化自己的体格，还能提升自己在演技方面的表现力。俯卧撑训练对于演员来说有着诸多好处。首先，它可以增强演员的核心力量，提升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感，使演员在表演中更具活力和力量感。其次，俯卧撑锻炼可以增加上肢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提高演员的动作表现力和舞台表现力。最重要的是，坚持俯卧撑训练可以增强演员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使其在面对剧本挑战和拍摄工作时更加从容和专注。王一博非常注重身体的训练和保养，他的俯卧撑训练并不止于表面功夫，他注重正确的姿势和呼吸，保持训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他还结合其他运动和舞蹈训练，综合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演技。作为一位敬业演员，王一博以其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和对演艺事业的投入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他的例子鼓舞着更多年轻演员，提醒他们在追逐艺术梦想的同时保持身体健康和良好的接戏状态的重要性。敬业演员王一博通过坚持每天的俯卧撑训练，彰显了一名真正演艺专业人士所需的决心和毅力。这种坚持不仅仅让他在身体上保持健康和出色的状态，更使他在演技上创造出更加出色的表现。他的努力不仅是对自己事业的追求，也是对年轻演员的榜样和鼓舞。在新的人物和角色中，我们期待王一博能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为了更好的接戏状态不停地做俯卧撑，也因为更接近状态不停地倒立头转练习舞蹈动作，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拍摄出完美的镜头。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陈硕，在镜头的背后，他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汗水和伤痛。